青农光着上身，夏天画面清凉养眼。全台六位青农参与农夫猛男年历拍摄，照片出炉，许多人开玩笑呛着要当农夫。好，哥哥。青农在田间跑跳，抹油摆拍，不管是坐上搬运车，或是站在瓜田一隅，都相当抢眼。有别过去常见的消防猛男年历，这回青农也尬场，农夫猛男年历还是全台首见。稻农、蒜农、花农全来穿一卡。阿公阿妈他们比较老了之后，然后才回来想说帮忙，对，然后结果。没想到越做越有兴趣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有趣的方式让那个可以打破同温层，让更多人知道说哦，农业原来有不同的样貌。这些农民全单身，年龄介于26到32岁之间。透过拍摄，除了展现不一样的一面，大反差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原来农夫不是只会耕作，身材也有练过。记者廖文斌、杨生、王世涵，云林采访报道。